欸，这个颜色是有点葡萄紫哎、欸，对，有一点葡萄紫的颜色。它这一件也是做一个棉的，而且我发现它的长度啊是可以不用扎的。有一些那种背心，它是做稍微长版一点，如果你没有扎的话，比例看起来会不好。但它这一件的话呢，我现在就算放出来，有没有？其实我的比例也不会被拉短，它也很衬肤色哦，有没有？皮肤现在有变白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它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白一点点。这个颜色的话呢，就是比较偏，官网上是写蓝绿色。那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话呢，会比刚刚那个颜色再亮一点点，然后会再更特别一些。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混色，然后有点带竹节棉的那种设计，所以它整体看起来的话呢，会比较不会无聊，就是它不是完全素面的那一种。上衣的话就是刚刚我穿的那个的第三个颜色，白色。那它一样就是有这种，就是有没有珠节棉的感觉？我觉得白色的话更明显哎，对不对？白色的话，那个它有点雪花的那种雪花感更明显，有没有？超美的。